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的事儿不能说清楚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画界限。界限在哪儿呢？你比如夫妻之间，那当然朋友之间更得有这条界限，就是你的私人工具。现在手机都可以算一个私人器官，我不能让你看。那现在等于社会的主流道德、主流力量，还是要维护一夫一妻制的稳定，衍生出来的种种道德，对吧？但是问题在于呢，这个各种条件提供的这个诱惑呀，就是动摇你稳定的力量又很大。那么该何以自处呢？你比如说，那天我听马爷给人讲瓜田李下的典故，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瓜田李下什么意思。就是避嫌疑。对，马爷你给解释解释。瓜田是指瓜田不纳履，就是你在瓜田的地方不要蹲下来系鞋带，因为你有可能摘人家一个瓜。李子树下呢不正冠，就是你帽子歪了就歪了，咱先出去再说。在树底下你一动手就有嫌疑嘛，有摘杏摘李子的嫌疑。对，所以我说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它是这个两方面。你一方面来说，你像方舟这样的哈，你要这个宽容，要理解或者要信任，这是这方面。但是呢，另一方面的这个人呢，他要不要有一点瓜田李下？就你比如说，我记得上次这个徐东老师就讲，比如说这个大学的教授，他徐老师讲香港大学，他说他要找女学生谈话呀，门必须开着，办公室的门都得开着。那你说并不是我就喜欢关上，但是因为我相信我心里没事儿。但是这算一种人的修养吗？不，这是一个修养，还有一个你相信你没事儿，不代表对方这么想。而且对方如果想出你这个就是他要想的歪了，你关上门就给他一个提示嘛。对，那他冲过来了，给他机会。如果冲过来呢，这时候你正在一推人门打开，教导主任进来了，这时候你说不清楚。因为天下有说不清楚的事。我有时候看一些人拍的那种就是很搞笑的小视频，比如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啊，小视频呢就说这女的吧睡觉了睡不着呢，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有铁路咣当咣当咣当的啊，他就老投诉。然后那物业的人说这没有啊，他说你躺床上就有了。他说他一躺床上正好他丈夫回来了。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，就变成永远说不清楚的事儿。你知道世界上的事儿，我老说一句话，就叫历史没有真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的事儿不能说清楚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画界限。界限在哪儿呢？你比如夫妻之间，那当然朋友之间更得有这条界限，就是你的私人工具。现在手机都可以算一个私人器官，我不能让你看，你也不要去看。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闹崩了，就夫妻之间本来过得挺好的，就是因为看一个手机。没错，看一个手机，看了一个这个话上面写亲爱的，一下就急了，你跟谁亲爱的，嚷嚷半天，结果就是一淘宝网上卖东西的。就他说不清楚。因为有的话呢，你如果你前后都不在的话，这两句话你确实说不清楚。所以我觉得这条界限，就是如果你想很稳定的维护夫妻之间，老说没有秘密，当然像家辉这样的，这个大部分人做不到，人也没那么好的。我也被迫被放在大屏幕上，放在大屏幕上，对吧？翻过案。还有这种事儿呢，是人家给你发过来的，他是单方的，单方的你可能没去回应，或者有时候你会顺势回应。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，我顺势回应不代表我有什么想法，而代表我对对方的一个尊重。任何人都有表达感情的一个权利，那么你漠视他或者你批判他，我觉得都不对。漠视首先不对，你没有人情，批判他你没有这个权利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，对吧？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会应付的说一些今天天气挺好啊之类的话，就把这个事儿划过去了。但是单纯的看这一段你说不清楚啊，你说不清楚前因后果，而且你去跟谁解释，不要说你跟别人解释，跟老婆解释，你跟你自己都解释不清楚。有时候其实想留条后路，不批判他。好，说得好，对对，就留条后路。没错，你真的有的时候，你看我当年有个女朋友，我还吃过她的醋，我就发现最烦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啊，没头没尾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真像马爷说的，亲爱的，你怎么着了？吃了没什么？这我倒不怀疑。我就有一次偶然看见她的手机，你知道，她一男的就发一个，我看这三个字最烦人，你知道吗？就叫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一个问号，都烦死了，你知道吧？这，你就这里边这潜台词，好，你说的这个干嘛呢？半夜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对，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，那当然干嘛呢？他凭什么问你干嘛呢？
那这个刚才我还，但你要解释，他也很容易解释。我还对我你这句话提示了我一个很重要 的不是很重要的话界限。刚才我所说的不看别人手机，就包括不撇看，明白吗？你那手机我在这儿。啊，比如你们夫妻俩躺在床上，你眼睛一撇就进了这仨字儿，干嘛呢？你就崩溃了，就连撇都不要去撇它，因为你撇就会撇出一些断章取义的东西。哎，那天我一哥们在香港跟女朋友吵架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后来一问为什么，就他这女朋友在铜锣湾，就铜锣湾有一种手机的膜，他这女朋友说我要买这个膜啊，是旁边人看不着的。就只能正面看，哎，有这种膜，但是你看连这个它都不行。他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膜呢？你防着谁看呢？就是你干嘛？你就他说防着别人看呢。他说那意思我也瞟不着是吧？哎，这玩意儿也有嫌疑啊。我之前跟我之前男朋友吵架，就是因为我会做自己的照片的那种表情包嘛，就是挺可爱的。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人聊天，我就会发给男生什么，他看了就很生气，他说我释放错误信号，然后我就吵一架，这也没办法，就各种各样的事都可以吵起来。那问题最后怎么解决呢？要吵一架可以理解啊，那吃醋嘛，有时候他不一定不相信你，表达吃醋的感觉，吃醋之后可能感情不好。那后来怎么？到底是他被你说服了，还是你以后听他的呢？就哄啊，就还是靠我哄啊。还是哄，但是男的都是哄好的。就算你哄好了，你也被伤害过一次，这种伤害的叠加啊，你肯定都到不了100次你就崩盘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肯定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最好就是不去试图去看。眼不见为净，就没有去断这想法。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不会，因为我认识很多就是有知性的，不管男人女人，他都说我从来不去看我老婆或者丈夫的手机，但是他不是内心这么想的，他有时候会撇，那真是忍不住的。你看没有，一撇就来了，干嘛呢？啊，亲爱的，这种就很麻烦。就是我知道我身边多就瓜田李下呀，多少事儿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手机啊，真的是个万恶之源呐、啊。这个手机这件事情，充分说明啊，每个人呐、啊、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，你知道吗？即便就是好多事儿，就是这个手机几乎是必有问题，你明白吗？就是当然，我说这必有问题，不是说他真的出轨了，而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夫妻之间要真看了对方的手机啊。能看见很多你不了解的，你以为这个朝夕相处的这个人的很多秘密，不尽然是这种男女暧昧，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可怕了。而且他一定会留下痕迹，你哪怕把聊天记录都删了，好，你老婆看你朋友圈说，哎，为什么点开这个女生所有的照片不用加载，他就直接显示出来，就说明你都点开看过了。就是你知道他一定会这个留下痕迹，他对技术比较熟，我这还没那么熟。你知道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不仅是监控你点赞过谁，你跟谁是网络朋友，还看到你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朋友，也会质问。你怎么会交这种朋友？我前一阵还听说，我有一个哥们儿北京的，他说你知道，就是说人世间最地狱一样的吵架是怎么样的吵架吗？就是说他跟这个女朋友啊就撕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，就是偶然看了一个微信，最后那俩人当然就互审了，最后就互审，就把手机都解开，然后你给我看我给你看，我的天，他说他们一直熬到凌晨6点，你知道吧，就是他说这是地狱一样的一夜，就是因为要解释一会儿看见，哎呦，我觉得这是人性的考验呢。他说那个男的为什么跟你说那个啊，这女的这然后我看你的那个女的为什么跟你说这个，如果说好家伙，我一想我就觉得太折磨了。这个他有的人呢，他这个都会删掉，删掉以后呢删掉以后呢，我知道两个例子啊，先讲第一个例子，他删掉以后呢，架不住他老婆是那个软件工程师，我发现这很都给你恢复，那恢复的全是特别可怕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删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，那你这日子怎么过啊？那只好说就是以后换一个手机啊，那换一个手机，那你删不删对他都是一样的。另外呢，还有刚才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刚才他讲的哈，就是技术活哈，技术活一定是百密一疏的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也是啊，就是到北京来工作，出了点轨，被老婆薅住，那老婆就震怒，震怒怎么办？所有的工作都给我辞掉，回家就走了。
一走走几天，那家里不过了，不是就回老家了，啊、回老家不在北京，不在这座倒霉的城市再过下去嘛，就走了。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对，就招事嘛，就回去到老家好好的过日子。过日子的时候呢，就有一条，那得过日子得走啊。那好，你走哪儿都能走，北京不能去。那好，那就不去北京。那么想上北京来，有一趟公差怎么出呢？那就先上另外一个地方，再回到北京。北京完了再回去，再到那儿，就很啰嗦的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呢，那要到了北京，你这个联系干什么都要删删干净，信息什么都弄完了。幸亏他老婆不是软件工程师，不能恢复，回去检查一遍哈、啊，把手机摔个稀碎。我都删干净了，怎么给我摔了呢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有一条百密一疏，这条叫10086发的，欢迎你来到北京。哎，这百密一疏。对啊，因为他所有的跟朋友之间跟什么全，他想起中国移动还有这么一条。中国移动一旦你进入一个地界，他马上就给你发一条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且这一条现在在我手机里基本都在垃圾那一段栏里，根本你有时候都不注意。你去哪儿现在只要一落地，欢迎你来到哪儿，10086发的。我们所谓的越界，是指肉体之界，精神之界是说不清楚的。精神越界每个人都越，我不相信谁精神上不越界。就我看见一个美女，我没有任何想法啊，不会。那么这种这个肉体越界呢啊，你比如这个事情啊，这种事情呢，我过去我年轻的时候碰到过啊，不是我赶快声明，对，是我一个，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女编辑。这个女编辑年轻漂亮貌美，然后跟一个男性的编辑连夜编辑书，一直到天亮才结束。结束以后呢，一出门就是那男编辑的老婆就站在门口等他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这个等，然后那个女编辑就跟我说，她特别的就觉得冤枉和不愉快，她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但是莫名其妙觉得心虚啊、哎哎，对，那心太虚了。然后呢，这男编辑呢，男编辑呢，那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啊，就今天要解释他这个问题。男编辑也绝对跟他没有，对，但是不代表他精神上没有，他精神上一定有，要不然这班就加到两三点钟，先散了，明天再加吧。但我今天就愿意加班到天亮。哦，马爷当年爱加班，我记得。对对，你明白吧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时候，既没有事情，但我精神上是彻底的要越轨。如果我不精神上彻底的越轨，我不可能坚持到天明。所以他老婆呢，不是，你把咱们工作的崇高性去何地呢？不，这是一个很经典的，完了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对，他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。那么他老婆为什么在这个天亮的时候站在门口，那他站了多久谁也不知道，他也可能半夜就过来了啊，也可能他就刚刚到，那么表明他老婆内心有一丝不安，对吧？结果呢，就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老婆就说我来接你，然后就一块就两个人走了。然后这个女编漂亮貌美的女编辑呢，就心里非常的不愉快，就找我来，就不能算哭诉啊，他跟我哭诉我也说不清楚啊，就他就找机会来向我倾诉啊，倾诉为嘛找你呢？对，因为他认得我嘛，这个很简单，认得人多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，你通过这个事情说这个界限，这个界限在哪儿呢？他这个事儿我认为没有界限，唯一的界限就是他由于精神出轨导致这个事儿做到天明。如果精神不出轨，比如旁边那个是一比他岁数的还大的一女编辑，他烦还烦不过，我保证他两点到头了，他就回家了，对吧？啊，那么你认为这个男人有道德问题吗？这真是个复杂的问题。马爷那个也不能这样说，假定哈，他做了通宵，一定是有精神出轨。是啊，是啊，因为还是有人喜欢比自己大的大妈嘛。假如是我一定跟他通宵来编辑，坐在那边哈。这个我们很难假设，除非你知道哈，真的有精神出轨。那至于说这个算不算道德呢？我倒是想起一句老话，普通话比较难讲。你先广州话，我给你翻译。人自论事不论心。论心千古无缘人，怎么讲呢？淫这个字啊，淫这个字，论心，论事，啊、论事不论心，不论心。广东话听得很好吗？淫之论事不论心，不论心嘛。论心千古没完人，没有完美的人。论心啊，千古没完人。说好听话，我没听过。还有意思，说得好。还有下面一句，才让前面的更好。笑
孝顺的孝、啊嗯、我们对父母亲的孝和孝顺，孝字论心不论事、嗯、论事万年无孝子啊，哎，我觉得很好啊。你没有讲孝字论心不论事，论事万年无孝子啊。我举例啊，说你这个举例啊、嗯，就前两天我刚听到的，老夫老妻80多岁了，然后半夜老夫上厕所摔在地上，没有办法打电话向儿女求援，打儿子电话，儿子说，这个说有点冷。说妈，你把被子拉下来盖在他身上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给女儿打电话，女儿说，那我爸肯定很凉，把褥子拿出来铺在身底下，天亮了我们俩要过去。这就他说的心和事，对吧？有孝心吧，让大家都认为呜、哦、这事太坏了。问题是这俩子女都不在当地，不在这所城市里，他能做的就是这些，他没有办法，所以只好让老头一直躺到天亮，他们天亮以后才会有交通工具，才会往这边奔啊。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说的嘛，只能是论心不能论事，论事听着就很不人道。对，可是你现在在不人道啊不孝道的这个情况下，只能采取这样一个救急措施嘛。所以呢，这个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，也不能完全认为是一句贬义的话，他这个里边也有很多不得已、就是、也不得已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做不到嘛。是啊、嗯、所以哎，但是你要说这个事儿，这个方舟刚才这个讲的也让我敬畏天人了、嗯、你能讲吗？没，我就对我可以、啊、我说要假如你没结婚，就是假如你老公啊跟一个哎就是纯洁无瑕的这么个女的、嗯、哎因为这个哥俩好啊姐俩好啊就过夜了，在他那儿过夜了，但没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你觉得当然是选择相信他了，就是没问题啊，在我这地方。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，就是有一些标准嘛，比如说这个老公给陌生女的拧瓶盖，这个你能不能接受？这个让这个别的女的坐副驾驶，你能不能接受？单独吃饭、单独看电影，我发现都能接受，都能接受。到单独跟别的女的过夜，就是但是反正不知道有没有吧，他跟你说没有，我觉得我也能接受。我真的能接受，但是我觉得后来说这个所谓的淫者论什么不论什么，我后来发现我有一个、哦、对，我有一个我不能接受的，就是说他们甚至可能这发生了一两次肉体关系我也能接受，但有一个我不能接受，就是如果他跟别的女的开始说跟我之间的事情，就他跟我不能聊的话题，或者把我们俩之间很私密的事情去跟另外一个人去分享，长篇的分享这个吐露这个倾诉，就这一点是我不能接受的。就是你把他，你就是说不能接受他把仅仅属于你们两个人世界的东西，对，或者是跟另外的女的开始评论我，开始说我说这个在我面前不能说的话，要跟另外一个女的说，这个我会很受伤。那你在乎的还是精神？不，他这个事儿，他得年轻人，不知道这事儿的厉害。就我这，你待会儿再说。我还可以给你加一个例子，就你列举那一堆，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。哎，我发现有的女孩还真有意思，她不能接受的什么、嗯、比如说一群男男女女聊天啊，要是说起了一个什么梗啊、嗯、我的老公或者我的男朋友和另一个女的俩人同时会心一笑，就显然这个段子只有他们俩知道，只有他们俩会心一笑，这我都不行，这我也会有点难受。这个比可能不小心睡了一觉还让我觉得难受。这个对对，这种事儿我碰到过去的人多了啊，我这个岁数大了见人多啊。原来有这样的，就是我有那朋友里哈、啊、带着老婆出门，会让就聊天的时候会让一桌子人都比较紧张。为什么？他每说一句话都会看他老婆一眼，他跟你聊着他就看，他永远看他老婆的反应，那是长期管教的结果、这种人很多，这种在社会上这种人并不少，而且呢每说一句话都说是吧是吧，就他老子要取得他老婆的一个认可。天哪，我跟鲁豫经常就这样，因为他太难对付了。然后刚才我接着他那个话题说哈，他说他能容忍有一两次这种肉体出轨，然后不能容忍把夫妻之间的私密泄露给对方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他肉体上出轨了，你最大的好处是他避而不谈，就没有谈过就不谈。嗯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啊，从语言的这种私密度上讲，一个男人，我们先站在男人的角度说，他跟情人说的话，我说的情人是指夫妻以外的带有肉体关系，这个前置说清楚，说的话比对老婆要更加私密。嗯，这是社会学决定的啊。好的男人能做到就是回避家里的这个一切不谈，不
好的会把大量的私密泄露给对方，因为他会以此。为什么这样叫做获得他的好？为什么叫做？因为你说，假如好的人呢就不谈家里，在情人面前。不好的就讲出去。对，为什么我说的不好是人格不好的，就是他会把，因为他跟老婆之间的事泄露给情人，那情人就会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要好于你老婆，你肯定不敢把我们俩的事跟你老婆说，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？假如他跟情人说老婆的好了。因为我觉得说，那就是变态啊！我觉得老他对对对，老王讲您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就这事，哎，哪有没事把一老婆的好跟情人说，他就是正是研究社会心理学，还有搞过临床辅导的，现在太多个案，有过实践经验。当然那个马爷见多识个虚广，不是，我说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马爷刚说，那太太在外面等。然后女的很不爽，找你亲，半夜三点找你哭的，没有半夜，白天关天理下了吧？那重点是说那个男的呢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，做了什么，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，还有事后做了什么呢？比方说，这是台湾作家李敖啊，给我举的例子啊，因为他说，哎，比方说我现在你把钱借给我，还你钱，你还你钱啊，方舟，20000块，你当然你就说好啊，就拿着。我说不行不行，你要点算。你说不好意思嘛，好像不信任我。他说家辉，那你呢就把那20000块在他面前点，我要点给你，你看，我要取信于人，我不能只假设说你相信我就行，不行，我要。那个界限哈，明确一点，我数给你，方舟20000块哈，你收好，我不用你签字，你收好啊。所以就像李敖，我记得以前我带一个小女朋友去他家聊完天呢，什么哈，那联络哈，有个事情之后要文件要寄给我什么哈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女性朋友就说，哎，把电话给李敖，李敖不要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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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佳慧联络就好了。他是先做了一步。因为担心一搂了一个女性的电话在他那边啊，就会有嫌疑，所以我说不仅是看那个伴侣怎么样，不仅是看那老公或老婆，要看另外一半被嫌疑的人，你到底事前事后有没有做什么。